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سنفرغ لكم أيها الثقلان فبأي آلاء ربكما تكذبان؟一的做法，每一个部位洗一遍。那么这是小金的两种做法。但是呢，在解译的做法当中，又必须要做到完美，也就是将每一个部位必须要洗的部位。都要洗到完美，那么才算是正确的小经。所以说这两章第五节跟第六节两节的关联就在于它既是有解义的做法，那么但是又有完美的做法，而解义的做法当中本身也就包含着小经要求小经的完美。那么所以这第六节伊玛目布哈里说论全体小经，那么他所深入的第一段话是安努马所说的话，说据伊布努乌马尔说，全美小净是指清洗到位。那么说第六节曼布哈雷这句话说论全美小净，那么到底全美小净指的是什么呢？首先他就引用了伊布努乌马尔这句话说，全美小净就是指清洗到位，就将每一个部位每一个要求洗的位置都清洗到应该洗的地方，那么这是全美小净。然后紧接着说第139段，据乌萨马本 Zayd 拉迪亚拉胡安胡麦传述，真主的使者桑拉拉和萨勒从阿拉法特山下来，行至山谷时便下去小便，接着洗了小净，但不太细致周到。我说真主的使者啊，礼拜吗？使者说到前面再礼拜。于是他又骑上骆驼到穆斯德里法时，他又洗了小净，这次洗得十分仔细周到。紧接着未卸下行李就礼拜，他礼了婚礼，随后每个人使自己的骆驼就地而卧，然后又礼拜，他礼了宵礼，他在两次礼拜之间未理任何拜。那么这里讲述的仍然是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萨勒在朝觐当中是门弟子们观察到的先知索拉拉萨勒两次做小净相互的不同之处。那么这里说全美小净，说由乌萨马本 Zayd 拉迪亚拉胡安胡麦传述，安拉的使者索拉拉从阿拉法特山下来，行至山谷时便下去小便。那么这指在朝觐时，先知桑德拉赫在朝觐时住完阿拉法特山之后，那么已经是沙姆时节进入了，也因为朝觐的人住阿拉法特山是住到沙姆时节一入，然后离开阿拉法特山回到穆斯德里法，你也宿穆斯德里法。同时呢，在这一天有一个顺呢，就是要将这一天的沙姆拜跟虎符汤拜推迟到穆斯德里法进行评理，也就是在阿拉法的时候沙姆时节一入就离开阿拉法前往穆斯德里法，但是这个时候不理沙姆拜，
就要将沙姆推迟到达穆斯德里法以后，再在穆斯德里法推迟丙礼这两方派。那么说安拉的是从阿拉法特山下来，行至山谷时便下去小便，然后接着洗了小净，但不太细致周到。也就是圣门弟子就看到安拉的使者算到了洗得很简便。那么这所谓的简便并不是指做不到小净应该洗的，或者说没有把小净洗完美，而是指他已经洗了该洗的部位，但是洗的次数上不够。所以说所谓的小净的简便的小净是指每一个部位都同样要洗，每一个要洗的位置都一定要洗到，那么仅仅指的是次数上的不一样。也就是所谓的简易的小便和完美的小简易的小净和完美的小净，主要指的就是在洗的次数上，简易的每个部分洗一次，完美的每个部分洗两次或者三次。我说这个时候圣门弟子就看到我三门就看到那的使者算到那么洗了小净，然后就说真主的使者啊，礼拜吗？西之算到那么说到前面再礼拜。于是他又骑上骆驼，也就安拉的使者算到那所洗的这个小净并不是为做礼拜而洗。于是他又骑上骆驼到穆斯德里法时，他又洗了小净，那么这一次洗得十分仔细周到。然后就到了穆斯德里法之后，安拉的使者算到那又再次洗一个小净，然后这一次圣门弟子专门讲到说这一次洗得十分仔细周到，紧接着未卸下行李就礼拜。因为当时每个人都骑着马骑着骆驼然后骑着驴，那么马上驴上都载着他们的行李，就每个人的这些随身行李帐篷啊或者水罐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安拉的使者算到到达穆斯德里法以后，一下骆驼就洗了行就洗了小净，然后没有卸下行李就开始礼拜，就还让那些行李自己的行囊还放在骆驼上。然后礼了什么拜呢？他礼了婚礼，随后每个人使自己的骆驼就地而卧。也就是他带着大家到了穆斯德里法才礼了婚礼，而这个时候的话就说明婚礼已经是推迟礼沙姆了，推迟丙礼。因为他从阿拉法到穆斯德里法将近有九公里的路程，也就八到九公里的路程。那么即使是骑骆驼也绝对不可能在时间进入之后然后在沙姆时间出之前到达穆斯德里法。也就是说从这里的话，那么只要知道阿拉伯地形的人或者超过哈的人都知道他这里礼的婚礼一定是推迟丙礼的婚礼。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在沙姆时间进入以后然后就能在沙姆时间出之前就到达穆斯德里法。那么在那个时代，那么所以说这里指的是他礼了婚礼，随后每个人使自己的骆驼就地而卧，然后又礼拜，他礼了宵礼。那么这段话当中说明，或者这段话当中就隐含了一个安拉的使者算拉拉斯勒丙礼拜的方法。有他礼完婚礼后，随后每个人都使自己的骆驼就地而卧，然后又礼拜，他礼了宵礼。那么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一段话要表明的是在推迟丙礼的两次反拜功当中，两反拜功并不需要以连接为条件，也就是推迟丙礼的两反拜连着礼并不是条件。因为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赫斯拉们没有卸下行李就礼沙姆，然后礼完之后每个人使自己的骆驼就地而卧。那么当然只要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赫带着将近十四万人的圣门弟子朝觐，那么这十四万人共同在一个山谷当中，如果其中只要有哪怕有十分之一的人都骑着骆驼，要将这些骆驼就地而卧并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做得到的。也就每个人要把自己的骆驼拴好让它卧倒在地，就这样一个过程它都不是十分钟五分钟能够做得到的，就中间一定隔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或许用现在的概念来说，就像比如说用现代的用什么概念，用现代的概念来说，就像比如说一万个人开了一万辆车到一个广场上，然后车停得很乱，礼完了沙姆之后每个人再把自己的车停到车位上，那么这个过程最少的是以几十分钟或者小时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情景非常混乱局面。那么安拉的使者算拉拉一到达之后就马上礼婚礼，礼完之后
那么每个人再把自己的骆驼切到他想要落脚的地方，把骆驼拴好，把骆驼安置好，然后再回来礼活佛堂。那么就这个过程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推迟丙礼的办公中并不需要或者并不以两房连着礼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遇到了比如说把撇身推到了胡夫汤，把撇身推到了迪嘎罗，把沙姆推到了胡夫汤，类似的推迟丙礼的办公，那么如果说因为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到了某个地方旅行当中，礼完了沙姆刚好吃饭了，比如说那么这个地方的人，比如说到了某个客人，有客人到了某个清真寺，或者出门到了某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本来要将沙姆和虎符汤推迟丙礼，如果刚好礼完沙姆之后，那么对方比如说主人家就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比如说然后就请客人们吃饭，那么这时候同样你就歇，包括按照使者所说的教导，那么你就歇去吃饭，吃完饭你再接着来举意丙礼你的虎符汤，也就是说这样无妨，因为丙礼的两房拜中间并不以连接为条件，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那么比如说你要是到达了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人马上就要离虎符汤，比如说或者说还有一小会离虎符汤，一群人到了一个地方，一个清真寺，比如说到达之后，然后他们就开始举一礼了上丙礼，比如说礼完之后，然后一问还有20分钟或者1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清真寺的虎符汤就要离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也同样旅途的丙礼这一队人同样可以等待几十分钟的时间，等着这个清真寺的虎符汤的哲玛成立之后一起跟着他们礼，你还是举意丙礼，也就是因为你的沙姆已经推迟丙礼了，但是虎符汤你还是跟着他们礼，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类似的很多实际生活当中的情况，那么总而言之这段事情要告诉人们的，就是在推迟丙礼的丙礼两房拜当中并不比连着礼为条件，能连起来就连起来，不能连起来中间不论是因为吃饭去洗了小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其他原因给耽搁了，这些都无妨，也就都不影响丙礼的正确性。那么所以说这里安拉的使者算了算，礼完沙姆后如果说丙礼一定要连着，就必须两房拜紧连着礼，那么安拉的使者算了算不会允许人们去把班次解散，然后再去把骆驼放到自己的位置上安拴好，然后再来礼拜。因为大家要试想，你要扩大这个场面，不要就是把这个先知算道所处的境况，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只有几十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出门，他当时随行的人是十几万人，也就是说虽然十几万人不可能全部围绕在安拉的使者身边，可是最少有上万人随时围绕在他身边，那么这上万人或者上万人在一起要把班次排好再解散，然后再去把骆驼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赶到各自的位置想要落脚的位置上安放好拴好，再来把班次排好，这已经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就这一个过程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么所以说如果说几个人当然很简单，如果说几万个人那就不是轻易能够做得到的。那么所以说这里就说明安拉的使者算了算任由人们把班次解散，然后各自去把自己的骆驼 卧地，那么这就说明两丙礼拜两房拜中间可以不连着礼，可以有其他的事情间隔，所以大家不要一想到丙礼那就一定要把前的推后，后面的提前一定必须要连起来，那么然后又礼了拜，他礼了宵礼，他在两次礼拜之间未礼任何拜，那么也就是说凡属丙礼拜，这里就说明他在两次礼拜之间未礼任何拜，凡属丙礼拜，那么丙礼拜中间的不论是前一房拜之后的顺礼或者后一房拜的前面的顺礼都一律不礼，凡属丙礼拜，也就是说当然丙礼拜的话一般只会存在什么，只会存在每一房拜的后面有顺礼，因为丙礼拜只有将撇身跟迪嘎的丙礼沙姆跟虎符汤不论提前还是推后，那么撇身跟迪嘎的丙礼后只会出现丢了撇身后的两拜顺礼，沙姆跟虎符汤丙礼也只会出现丢了底撇沙姆后的两拜顺礼，所以说不存在前面的顺礼，那么也就是说他在两次礼拜之间未礼任何拜功，所以说这句说明丙礼拜的时候前一房拜连着的顺礼就是这些固定的顺礼一律不礼，也就是凡属丙礼拜前一房拜不论你是提前丙礼还是推迟丙礼，切礼的这一房拜后面附带的这个固定的顺礼拜功一律都不礼，凡是丙礼拜不管这种丙礼是因为出门旅行
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而需要秉礼，那么凡属秉礼两凡秉礼拜中间都没有复工拜。那么这是这段圣经当中，那么这段圣经当中首先第一，那么另外的一个圣经当中曾经记载过安拉的使者桑拉说，这段圣经当中真主的使者从阿拉法特山下来，行至山谷时便下去小便，接着洗了小净，但不太细致周到。然后说到了穆斯代里法时他又洗了小净，这次洗得十分仔细周到。那么在另外的圣经当中曾经明确的记载，阿拉的使者桑拉说曾经用以洗小净的水是他随身携带的 Zamzam 水。那么学者们也用这段圣经来证明，另外的传闻来补充先知算拉拉的圣人时代曾经用过，或者他曾经在朝觐时用过 Zamzam 水洗小净，而反驳一部分学者认为 Zamzam 水不可以用于洗小净，只能用于做饮水的，或者说做取粮的水，那么不可以用来洗小净。但是这个圣经当中明确的记载过，当时先知算拉拉用于洗小净的水就是 他们随身携带的从麦加带出来的 Zamzam 水。那么所以这段圣经当中所讲述的就是先知洗的，这次洗的十分仔细周到，那么就完美的小净。紧接着第七节，用一捧水两手洗脸，伊玛目布哈里拉哈姆哈说用一捧水两手洗脸，这一个标题当中就包含了伊玛目布哈里的两个教法方面的主张。第一，那么有的人认为他用这个标题要指出两点，第一要指出的是很多人认为或者一部分学者主张在洗小净时洗到脸这个部位时取水时应该是双手共同取水，而伊玛目布哈里说用一捧水，也就是说这句话要说明的是在洗脸的时候取水不需要两手一起取水，因为在古代不是像现代一样用壶或者水龙头，那个时代都是用一个小罐子一个小盆，把手伸到小盆里面去把水舀出来，那么用手掌去舀水。然后呢有的人就认为洗脸的时候取水应该是双手共同伸到盆里面然后把水取出来再洗脸，那么伊玛目布哈里说用一捧水他要所要说明的就是没有必要这样，也就要一只手去捞水就可以了。然后呢两手洗脸他同样说明，那么因为在为什么他要说两手洗脸呢，一再强调他要指出，因为在另外一段申训当中，一段短语一段软弱的申训当中曾经提到过，先知算拉浪在洗小净时只用右手洗脸，那么这段申训的话传输是软弱的传输，伊玛目哈里就要用这个标题来反驳这种软弱的申训，这段软弱的申训说洗小净时洗脸的方法是用右手洗脸。那么伊玛目哈里说用这一句话一捧水两手洗脸，就同时反驳了两个小经当中不可靠的主张，第一洗脸时一定用双手捧水，第二洗脸时只能用一只手洗脸。那么因为这是两种都有记载，尤其是洗脸时只能用右手洗脸这种记载，那么这确实有一段圣训提到安拉的使者算拉说看你耶格斯罗就会别命令，他曾用他的右手洗脸就单手洗脸，但是这个圣训是 daif 是软弱的圣训，所以伊玛目哈里就要用这个标题来反驳这种主张，同时指出这段圣训当中的不足，也就是说这段圣训传述上的软弱。那么这要说明的是洗小净取水时不一定非要两只手，也可以一只手，但是洗脸时没有用一只手洗脸的这种可靠记载，就是两只手洗脸。所以如果说现在人们到东南亚一带，巴基斯坦人、孟加拉或者泰国、印尼这一代的人，经常大家都可以看到，如果洗小净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用一只手洗脸，就很多人都一只手洗脸之后，一种接水之后，然后用一只右手洗脸。那么伊玛目哈里这句话要说明的是，这一段圣训不可靠。然后接着说，据阿塔本耶萨传述，伊布兰巴斯阿拉登拉法安胡们洗了小净，洗了脸。你说这里讲述的伊布兰巴斯给人们展示先知算拉法洗小净的方法，他用一捧水漱口呛鼻，又倒了一捧水，就这样将水倒于另一手中洗了脸，再倒一捧水洗了右手，另倒一捧水洗了左手，然后抹了头，又倒了一捧水洒在右脚上，另倒了一捧水洗了左脚，
随后说，我看到真主的使者算了拉森就是这样洗小净的。那么这段圣经的最后这一句话的翻译的话，翻掉了一段话，说又倒了一盆水洒在右脚上洗了，另倒了一盆水洗了左脚。那么所以说这里就感觉上好像是右脚是又倒了一盆水洒在右脚上洗了，感觉好像这一盆只是洗右脚的时候只是用，就给人的意感觉理解好像是洗右脚的时候安拉的使者算拉只是倒了一盆水洒到脚上，随便洒了一下，洒湿了右脚，那么好像是没有真正的认真的洗脚。那么但是圣训的文字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比这个讲得更详细，就是他明确地说出并不仅仅是洒了水，而是确切地洗了脚。那么这段圣训说，就伊布兰巴斯说，伊布兰巴斯拉德纳胡拉胡们洗了小净，洗了脸，他用一盆水漱口呛鼻。那么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伊布兰巴斯洗了小净，洗了脸，他用一盆水漱口呛鼻。那么这段话连起来看，首先说伊布兰巴斯洗了小净，洗了脸，那么就说明洗脸，他要指出的是洗脸是小净的一个部分之一。然后说洗了脸，他用一盆水漱口呛鼻，他又要让你来指出漱口呛鼻也就包括在洗脸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他这里说他用伊布兰巴斯洗了小净，洗了脸，他用一盆水漱口呛鼻。这个时候他来讲述的是他怎么洗脸，也就是洗了脸怎么洗呢？他先用一盆水漱口呛鼻，又倒了一盆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就说明漱口呛鼻被圣门弟子们理解为，被那个时代的人们理解为，漱口呛鼻理解为是和洗脸同一范畴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人，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要一定要强调说，那古兰经里面也没有命令我要洗脸、要漱口和呛鼻小净的时候，那么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因为本身漱口和呛鼻它就属于洗脸的一个范围。因为这就是说洗了脸，他用一盆水漱口呛鼻，接着说又倒了一盆水，就这样将水倒于另一手中洗了脸。什么意思呢？他又倒了一盆水，也倒到一只手上，就这样将水倒于另一手中洗脸。那么也就是他当时用容器当中将水倒出来，倒到一只手上，然后就这样又将水倒于另外一只手中，也就是说把两只手一起捧着水，那么洗了脸，就说明既用两手，即是用两手洗脸的意思。就这句话说，又倒了一盆水，就这样将水倒于另一手中洗脸，就说明他，比如说他用左手持容器将水倒在右手中，然后又用右手里面的水倒到左手里面，再用双手洗脸的意思。他要用这句话表明的是，再倒了一盆水洗了右手，另倒一盆水洗了左手，然后抹了头，又倒了一盆水洒在右脚上洗了。那么这里说的话应该准确的说，这段话的文字说ثم أخذ غرفة من ماء فرش على رجله اليمنى حتى غسلها。这段话的原文应该是说，然后又倒了一盆水洒在右脚上并且洗了脚，也就不仅仅是把这一盆水洒到脚上这样冲洗了一下，而是准确的说 حتى غسلها。他的圣训铭文当中说，然后又倒了一盆水洒在右脚上，直到清洗了右脚，把右脚洗干净。那么也就是说，并不是简单的像文字中表示的这样说，洒了一盆水在上面洗了一下，而是完全符合小净的方法的认真的清洗，另倒了一盆水洗了左脚。随后说，我看到真主的使者萨拉拉萨拉们就是这样洗小净的。那么两这段圣训的话要说明的是，第一，用一盆水取水也可以；第二，洗小净时是两手洗脸，而非像软弱圣训当中传述的一手单手右手洗脸。那么这第七节，紧接着第八节，伊玛目哈里说，做任何事情即行凡事时均念泰斯米，说做任何事情即行凡事时均念泰斯米。141段，据伊布努安巴斯拉德拉胡安的胡麦传述，先知萨拉拉胡萨拉们说，你们中若有人想行凡事，则应念奉真主之名，主啊，求你使我们远离恶魔，求你使恶魔远离你所赐予我们的子女。
这样他俩生下的孩子不会受到恶母的侵害。那么这一段话，伊玛目哈里拉哈姆胡拉就仿佛好像又从洗小净又跳到了另外的问题上，也就好像跟小净没有关联。但是他要用这段话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是做任何事情即行凡事且均念特斯米，也就是说这一段圣经当中虽然提到的是行凡事时念特斯米，但是由此可以引申到做任何好的合法的安拉命令的事情或者说鼓励的事情时都要念特斯米，都可以念特斯米。但是他为什么不收录另外一段圣经呢？比如说他为什么不直接收录لَا وُضُوءَ لِمَنْ لَمْ يَذْكُرِ اسْمَ اللَّهِ لِمَنْ لَمْ يَذْكُرِ اسْمَ اللَّهِ عَلَيْهِ 无小在小净中不记住尊名的人无小净。他为什么不直接用这样的圣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而用这段圣训转着弯的引申来延伸着引证洗小净时也要念 Tasmi。 那么因为这一段圣训说在小净中不纪念安拉尊名的人无小净，这段圣训大多数学者或者很多圣训学家对他的可靠与否一直都有怀疑，一直都有争论。那么尽管这段圣训出自艾布达乌德和伊布努马扎六大圣训当中的两部圣训共同收录它，但是这段圣训的话很多学者都把它定为是拉伊夫圣训，也就是不可靠。那么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包括像近代的谢赫伊布努塞米拉拉哈姆拉也同样认为这段圣训是可靠的圣训。那么但是只要防守这种有争议的圣训，也就是就说明它的正确度达不到可以收录在布哈里圣训里面。那么也就是说，所以很多时候，也就为什么布哈里？难道伊玛目布哈里他不知道这段圣训？就像我们说，感觉说，如果他要证明小净是应该念特斯米，他应该直接用更直接的圣训说，小净中不念特斯米的人无小净。但是为什么他不用这段圣训？因为这段圣训，第一，他达不到伊玛目布哈里收录圣训的条件，也就是他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他不会把它放到他的圣训集当中。第二，这段圣训的可靠与否本身还存在争论，也就是很多学者认为这段圣训不可靠。是软弱圣训，那么一部分学者认为可靠。那么所以说小净中到底念特斯米还是不念特斯米的焦点就在于这段圣训，认为这段圣训可靠的人，那么他就认为小净中必须要念特斯米，不念特斯米就无效。认为这段圣训不可靠的人，那么他就认为小净中念特斯米是穆斯塔哈布，通过其他的圣训来盘证他，那么就像类似这一类。所以说伊玛目哈里说做任何事情即行凡事皆均念特斯米，那么做任何事情就包括小净，也就是他是用这种引就转弯的方式，没有直接的说出，因为圣训当中也没有直接说出小净是要念特斯米。那么但是呢他就用这段圣训来从侧面来引证小净中要念特斯米。但是这种侧面的引证呢，他能不能使小净中的特斯米成为主命呢？也达不到，也就毕竟圣训当中没有明确的命令他。那么说这里说伊布兰巴斯他的让我们传述协职算到说，你们中若有人想行凡事则应念比斯米拉اللهم جنبنا الشيطان وجنب الشيطان ما رزقتنا 说奉真主之名，主啊，请你使我们远离恶魔，请你使恶魔远离你所赐给我们的子女，这样他俩生下的孩子就不会受到恶魔的侵害。那么这段圣经当中第一要教导人们的是，在所有在行凡事前，那么应该去诵念或者诵念奉主之名和进行圣训当中所提到的读阿姨的祈求，那么是穆斯塔哈布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那么这指的是在进行凡事之前。第二，那么在应该以作为穆斯林，要这段圣训告诉人们的，作为穆斯林在生活当中不论是自己的居家生活饮食起居等等，那么都应该多以纪念安拉和祈求安拉来求护与免遭魔鬼的伤害。不论是饮食居家睡眠起居等等各种各样的居家生活，都应该多以纪念安拉和祈祷安拉来求护免遭恶魔的伤害。第三，这段圣训当中可以笼统的理解为鼓励在所有安拉苏巴哈诺塔拉或者教法所没有禁止的事物进行教法不禁止的事情时奉主尊名。也就那么这段圣训的话可以把它扩大广义的来理解它，就只要是这件事情不是安拉苏巴哈诺所禁止的和使者所说不是教法所禁止的，也就是合法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以特斯米开始都是穆斯塔哈布，不论是吃饭睡觉穿衣甚至上厕所，因为在上厕所中也曾经提到过以比斯米拉来开始，
那么各种各样的生活礼节、生活习俗，只要不是教法所禁止的事情，都可以用 Tesmi 来开始。那么如果连普通的生活起居都这样，那小禁本身就是一种公修，那进行这种公修之时以 Tesmi 开始更理所当然。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它。那么也同时，以正如伊布努巴旦说，这段时间当中就鼓励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纪念安拉，不论是带有清洁与否，不论自己有没有具备清洁。因为一个人如果要想行凡事的时候，他要么已经没有了小净，甚至已经没有了大净，但是这个时候仍然安拉的使者算的话仍然命令他做这样的祈祷。那么比如说什么时候一个人行凡事的时候没有小净呢？一个人行凡事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没有小净了，因为他由于欲望涌起之后，那么会有清净荒水流出，会坏了小净。还有另外一种，这段事情并没有说出在行凡事时，不论你是第一次与七使同房，或者同一个业界的第二次反复与七使同房，那么如果是第二次、第三次与七使同房，那肯定是没有大净的。即使一个人做了小净，但是也没有大净，但你仍然可以念这样的祈祷词。那么所以说伊布努巴旦就说，这段事情就鼓励一个人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对安拉苏布哈努的纪念，或者圣训当中所教导的纪念，不论他是否具备清洁。那么这种清洁指的是大净和小净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那边就说明一个人在无大净时也同样可以纪念阿拉苏布哈努的。而且尤其是一些生活当中明确的提到的祭主词，比如说Tesmi 啊，或者一些 Dua 啊等等。那么所以说这里的话说明的是这个问题。紧接着说第四，这段圣经当中所要教导人们的是，圣经当中指出魔鬼对与人类的纠缠是从他还在他父亲的脊椎中的精液的时候就开始与他纠缠，然后一直到他作为精液进入他母亲的子宫，然后一直到他从子宫中又再次被分娩出来，一直到死去，你说每一分秒魔鬼都始终与人类纠缠。有他魔鬼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与人纠缠的呢？就当人还不是人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一滴精液的时候，魔鬼就开始介入其中了。那么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读过的古兰经当中说，你可以与他们共享他们的儿女与财产，也就是当人们一旦忘记对安拉苏巴哈努的纪念，没有祈祷安拉的时候，那么魔鬼就会介入你的子女当中与你共享你的儿女，介入你的财产当中与你共享你的财产。那么也就是说他与人类的纠缠并不是说你要一个人出生之后然后长大了学坏了然后有了私欲之后才会被魔鬼就与魔鬼纠缠，而是还在父亲的脊背中是一脊椎中是一滴精液时，魔鬼就与你纠缠在一起，然后由这滴精液就带着魔鬼就与他一起纠缠，一直到了母亲的子宫中再出生出来，一直到死去魔鬼都一直与人类纠缠。那么怎么可以抵御他呢？就是这个是也就是说要从一个人，就是也就是说一个人魔鬼抵御魔鬼，那么要由他的，也就是他是一个历史漫长的事情，要由他的父母的时代就开始，也就是在父母同房时，那么夫妻同房就开始祈求安拉，那么抵御魔鬼，然后这个时候就保证了儿女的纯洁不受伤害，然后在他出生时，然后每一个环节当中都保护，那么一直到都祈求安拉使子女受到保护，然后一直到子女成人之后，那么又得到了信仰，自己又会向安拉祈求保护，免遭魔鬼的伤害等等。那么所以说这里这段时间中就说明魔鬼与人纠缠的厉害。那么也同样，那么总的来说在这些当中，伊玛目哈里拉哈姆拉用于引证的在小净前念特斯米，那么小净前念特斯米有很多种，或者学者们对他各持己见。那么首先第一种，有的学者认为他是顺的，那么这是不是袜子吧，也就是说你念最好，不念也无妨，也就是小净对小净没有直接的损害。那么这种主张的学者，那么是阿布哈尼法、曼利克跟沙菲伊玛姆都共同持这样的主张，就是他是顺的，你念更好，不念不论是疏忽或者故意都不影响小净的成坏。Tesmi，因为没有准确可靠的圣训来证明他是wajib或者主命。第二种，那么是传自阿哈麦德的伊玛目阿哈麦德的记载说他是wajib，如果不念，不论是故意，他是主命，就是说不论是故意还是无意都会致使小净无效。那么这种非常严格，也就是说 定论的。第三种主张，他是wajib，但是如果故意不念有可能小净无效，如果疏忽遗忘不念，那么小净有效。
有这种的话，就是 wajib 的，它的 wajib 的等级不是那么硬。第四种，它连 mustahab 也不是，也就是说第四种就是说它既不是sunna，也不是 wajib，什么都不是。那么当然这种的话比较少见。为什么说什么都不是呢？因为那一段事情如果是 dhaif， 那就不予采纳。而这里的话，它又没有直接说出小禁是要念 tasmi。那么说这四种主当中比较可取的，就是第一种它是sunna，和第三种它是 wajib。但是如果说因为疏忽，那么无妨；又是若是故意，那么小禁也不至于，小禁可能会无效。但是最为可靠的就是它是顺的，就最为可靠的理解就是它是顺的。因为那一段圣经说，无小禁中不记主尊名的人，小禁无效。那么这一段圣训的话，很多学者们把它定为是 dhaif 圣训，也就不能作为一种教法的定论，也就是它力度不够。第九节，上厕所时念的祈祷词。那么伊玛目布哈里拉哈姆拉所说的紧接着说上厕所时念的祈祷词，那么也仍然是在小禁的或者与小禁之前的这些事物当中。那么142段，据安纳斯拉德拉哈姆拉传述，先知桑拉拉哈姆拉入厕前念：主啊，我从一切男女恶魔上求你保护。那么这段话的话说 Allahumma inni a'udhu bika min al-khubuth wal khaba'ith。 那么这段话说有两种理解。 Anas 传述先知入厕前念：我从一切男女恶魔上，主啊，我从一切男女恶魔上求你保护。这是这段圣经的第一种理解。第二种理解 Allahumma inni a'udhu bika min al-khubuth wal khaba'ith。 那么它还有两种理解。第二种理解，这段圣经指的是主啊，我求你保护免遭男女恶魔和他们的恶行的危害。也就是说 Hubus 跟 Habais 两个词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 Hubus 指的是男恶魔， Habais 指的是女恶魔，也就是这是第一种理解。第二种理解 Hubus 指的是男女恶魔都通知，阴阳通用，就是这个词。 Habais 指的是他们的恶行，也就是那么这段圣训的话就连起来，就是它有两种理解。就是这段祈祷，一段就是我求你保护，从一切男女恶魔上求你保护。第二种理解是我求主啊，我从一切男女恶魔和他们的恶行上求你保护，有既不要与他们有染，也不要受他们的恶行的危害。两种都可以，两种都符合圣训的意思。然后呢，这里说，那么学者们说，如果说一个人假如入了厕所之后，而他才想起来自己没有念这段祈祷词，比如他忘记了，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就入了厕。那么正如学者们对于遗忘的人说，他如果入了厕所之后才想起来自己没有念这段祈祷词，那么他用心灵求护，就不要用口在诵念，就心中默念就可以了。但是安拉的使者算拉拉法曾经为什么每次上厕所之前都要把它念出来呢？因为作为先知算拉拉法算拉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安拉的使者是不会受到魔鬼之和恶魔之害的，就恶魔没有办法侵害安拉的使者。但是为什么安拉的使者算拉法每次入厕之前都还要念这个祷词呢？那么原因有两个。第一，要表现出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崇拜阿拉，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普人无时无刻都在崇拜阿拉。第二，这是对他的民族的一种教导，对后人们的一种教导，就是阿拉的使者虽然不会遭到魔鬼的侵害，可是别的人会遭到。那么所以说阿拉的使者用这种方式要表现的是他在无时无刻都以阿拉的普人崇拜阿拉的身份进行所有的事物。而第二是对人们的一种教导。那么所以这是这一段。第十节，上厕所时准备好水。那么两节之间有什么关联呢？第九节，上厕所时念祈祷词；第十节，上厕所时准备好水。这两节的关联在于，就告诉人们，作为有信仰和坚持公修礼拜的人，那么他在入厕，因为厕所是一个从人们的感官上就肮脏，从意义上也是肮脏的地方。从感官上肮脏，那么它里面都是污秽的地方，而从意义上来讲，那么厕所一般都是这些肮脏的恶魔的栖居地，也说一般这些肮脏的恶魔都是以厕所为自己的栖身地，隐蔽在厕所当中。那么所以说往往人进去之后，要么会受到这些恶魔的危害，要么会受到不论从感官上比如受到了污秽的污染，或者说从精神上。那么为什么恶魔总是在厕所当中，总是特殊的要提到入厕时从男女恶魔上求护呢？也是为什么专门在厕所当中，因为厕所当中人处在厕所的时候是他的信仰和教门保护最薄弱的时候，
因为第一你是在暴露羞体的时候，第二这个时候贴仙没有与你随行，这种事情当中曾经提到的，那么你身上的记录的贴史不与你一起入册，然后这个时候同时你暴露羞体，贴仙不与你随行，然后你在厕所当中无法纪念安拉苏巴哈诺的，就你无法像平时一样保持着清洁，保持着对安拉的纪念，口头上心灵上的纪念，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是人精神和思想上最薄弱的时候，也就你既处在一个感官环境上也肮脏，而精神堡垒也最薄弱的时候，而魔鬼所以往往在厕所当中袭击，就是在厕所当中会给人很多奇思胡思乱想，就会让人想到很多平时想不到的丑恶的事情，然后以此来诱惑人，那么所以很多罪恶的念头或许都是在厕所当中产生。那么当然在现在西方文化当中，人们一般会把厕所弄得 很舒适，然后在里面放上一些书啊杂志啊，所以让人们在上厕所都可以去休息一下，那么这种的话是完全不符合伊斯兰的教导的，就是在厕所，那么作为穆斯林进入厕，那么迅速进去迅速出来，也就是很多人入厕的时候还要捏上一本书，然后在里面长篇大论的看上半天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再出来，那么这种的话非常非常不可取，因为厕所是一个不允许在其中过多或者不应该在其中过多逗留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需要解决立即解决，解决之后马上就离开，不要再，因为在厕所当中是人最容易受到恶魔侵害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要在第九节上厕所时念祈祷词，第十节上厕所时准备好水，两节的关联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安拉的使者算到那么就教导你，一个有信仰的人始终要保持自己精神和身体上的清洁，那么入厕时你有可能会遭到精神上的污染和身体上的污染，而精神上的污染就用这样的祈祷词来保护，而身体上的污染就准备好水以清除身体上的污染，那么就其实就用语言的准备保证你心灵的纯洁，行为的准备保证你身体的清洁，就身体和精神都不要受到污染。那么第十节上厕所时准备好水，就把两段放到一起，这正是伊玛目布哈里这两节放到一起他对圣训的精神意义的理解的巧妙。第143章伊布兰巴斯拉段拉法安努传述先知算拉诺进了厕所，我给他放好了镜下用的水，先知问这是谁放的，有人告诉了他，他说真主的使者，他说真主啊，求你使他精通教门。那么两段之间的关联记载，两段都是在厕所之前做的准备，入厕之前，一段是语言上心灵上的准备，因为你若入厕了，那么口头上念这样的记住词做得爱，然后做好心灵上的防御，然后做好清洁用的水，也就是既不要让精神受到污染，也不要让身体受到污染。那么但是呢，这里说安拉的使者算到那块进入了厕所，我给他放好了镜下用的水，那么是伊布兰巴斯这段话，是我给他放好了镜下的水，先知问，也就是先知算到上完厕所出来之后就说这是谁放的，有人告诉他，告诉了他，他说真主啊，求你使他精通教门。那么这一段圣训第一所要说明的是伊布兰巴斯阿拉丹拉华安对先知算拉诺的服务，那么其中就包括着费希贾瓦兹黑德曼特拉尔，那么就告诉人们允许学生或者年幼的人，或者说给允许穆斯林给学者或者他们的老师提供服务，只要这种服务不要导致了人物崇拜就可以，也就是说不论是对方需要的生活上公修上任何一种帮助或者服务，那么你去提供给他这种服务，那么人们不要以为说哎呀不要这样做，这样做的话太过分了，或者太过于尊重，或者会导致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只要是没有达到，也就这种服务和尊重没有达到违抗安拉苏巴哈诺的境地，那么为学者或者为自己的老师提供服务，这都是伊斯兰所鼓励的。因为伊布兰巴斯拉德兰华安胡看到使者进入厕所就给他在门口放好水，那么这正是对使者的一种服务，但这种服务非但没有遭到使者禁止，还得到使者的鼓励。那么因为在这个另外的一些记载中提到说安拉的使者萨拉德兰进了厕所之后，然后伊布兰巴斯来了，他就带着一壶小净水，找了一壶小净水，然后把它放到了厕所门口，使者萨拉德兰出来说这是谁放的，有人告诉了他，他说真主啊，请你使他精通教门。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祈祷词呢，就为什么 Allahumma faqihhu fi din， 他跟 Ibn Abbas 也就是安拉的使者上了一个厕所， Ibn Abbas 在厕所门口给他放了一壶水，为什么安拉的使者出来要说主啊求你使他精通
精通教嘛。也就这跟他放一段一个一壶水在厕所门口有什么关联？那么说关联在于，这里正是证明伊布兰巴斯虽然他年幼，他当时还是小孩子，可能就七八岁、十岁的小孩，证明他的聪明。就聪明什么呢？安拉的使者说，他进了厕所之后，他会有三种方法，他要么拿着一壶水站在门口等着，要么把门敲开，就把厕所门推开把水送进去，这两种都是很笨的做法。因为一个聪明的人，他既不会拿着一壶水站到门口等着，因为一个上厕所有修养的人，他上厕所是不喜欢人们在他旁边看着或者等着，因为一个任何一个人上厕所都会有一些气味闪动，那么他都是不愿意别人听到或者闻到的。那么这种是一种有修养的人一种让人很惭愧的事情，就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上厕所是一个人站在你旁边，你会感觉到很尴尬，那么你会非但不会感觉这个人感激这个人，你感觉这个人好像让你很尴尬。就是另外一种更笨的办法，就是把门敲开把水送进去，那么这种更笨。但是伊布兰巴斯虽然年幼，他知道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把水悄悄放到门口，人就走开了，而先知算的话出来就看到水，那么就是谁放的，伊布兰巴斯就知道这个小孩真聪明。也就是他既不像人们一样鲁莽把门推开，也不像人们那么笨站到门口等着，那么就说明什么，既然他聪明，那就让他的聪明才华用到教门上。所以安拉的使者给他做的祈祷说，主啊，求你使他精通教门，也就借着他这样的天赋的聪明，让他精通对教门的理解。因为本身他这种行为就说明他有过人的才华和过人的聪明。那么这是所以说这段话安拉的使者这里做这个祈祷词，正好符合了伊布兰巴斯聪明的本性。要不然的话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关联，说他给他放了一壶水，然后他说主啊，求你使他精通教门，两者之间好像就这个读啊好像跟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关联之处。那么其中同样这段事情当中还告诉人们什么呢？当一个人得到他人的帮助或者得到他人的行善时，那么应该以读阿姨给予回报，这是理所应该的。也就是说当你得到别人的帮助或者别得到别人的得到别人的一些行善时，那么至少你应该以读阿姨给予帮助，比如说主啊请你回赐他，或者主啊请你如何如何，根据他所做的善行的内容给予他相应的读阿的回报。那么这样的话是安拉的使者算到那么常做的顺呢，也是他的教导。那么这段时间今天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下一节课我们再接着再学习。